经查，陈姓男子驾驶自小客从台北市上华江桥往板桥方向行驶时，于下桥处自撞昏隔倒，现场无人受伤。陈男经查无照驾驶，依《道路交通处罚条例》第21条告发，令陈男酒测值为0.37，讯获依公共危险罪，移送新北检侦办。